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无备至 Live 教室。现在是最后一节，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 Ricky。 因为我今天不断地开口及着你的关系，所以我就不禁慌忙介绍了，我就有请我隔壁的校师兄介绍一下自己先。好，多谢大家。咁好多謝無備至邀請我出席我哋今日嘅嗰個live show 啦嚇。咁我係千月堂嘅校師兄。咁我今日咧會同大家分享咧係護山樓嘅居合道。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講護山樓居合道，或者廣泛地咩係居合道先咧？其實居合道咧係日本嘅劍術嘅其中一種。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明白咧。日本的劍術其實有很多流派的，每個流派其實它會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的。我們當然即我才疏學淺，我暫時我只是懂得很皮毛，所以只能夠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練過的一些技術，所以我就會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護山樓的居合道。護山樓的特色呢，其中一個呢就是我哋會比較多咧，係用一啲嘅真劍去進行一啲嘅練習嘅。咁所以咧，我哋嘅技術咧，亦都建基於真劍，又或者咧係金屬嘅居合劍咧，去進行一啲嘅練習啊咁樣，咁從而去磨練我哋嘅技術咯。明白啦。咁呢一個居合道或者同其他嘅一啲刀術嗰個分別又有啲咩喺度嘅咧？居合道咧，其實講究咧就係佢有一個叫突襲性。咁無非咧，其實就係話嗱，如果普通嘅劍術啦，咁我哋咧就會係掹咗把刀出嚟，去有一個經過一個對峙嘅局面，咁跟住先至去進行咧，可能係互相嘅攻擊啊、攻防啊咁樣。咁而居合道咧，佢會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就係話佢將嗰個互相對峙嘅嗰個時間咧，去盡量縮短咗。我喺一個叫做出其不意嘅情況下去進行突擊，咁呢一個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居合道嘅其中一個個概念或者一個嘅演示嘅辦法。明白。咁居合道咧，會唔會係一啲好繁複嘅技巧嚟咧？定係咁會唔會係一啲另外一啲咁樣嘅點樣展示出嚟咧？其實咧居合道咧，佢喺動作個層面上邊咧，好簡單。以我哋護山樓為例啦，咁我哋護山樓咧，其實主要咧練習咧佢八式嘅嗰個形制，或者我哋叫做套路咁樣嘅性質嘅嘢啦，嚇咁樣。咁嗰啲動作咧講緊嘅其實都可能係好三幾個動作之內，我哋就已經可以完成噶啦。咁但係咧我哋點樣能夠好純熟咁樣操控我哋手邊嘅嗰把劍咧？這個先至係成件事嘅關鍵。咁所以咧，我哋喺嗰個基本嘅練習，或者我哋喺一啲嘅基本嘅技巧嘅練習上邊咧，我哋就要花好長嘅時間，務求做到我哋希望做到一個效果，就係話我唔係單單淨係做一個叫做模擬套路嘅動作去進行一個攻擊，而係呢個攻擊係產生出攻擊力或者破壞力嘅。好，咁咧，我哋呢一個 chit chat 嘅時間咧就完啦。咁我哋咧就交俾校師兄，可能就展示下今日帶俾大家幾招啦。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講下今日會展示咩招式啊？其實咧，我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咧分享一啲我哋嘅基本嘅概念，譬如話我哋講緊啦。首先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哋要練習嘅時候，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掹把刀出嚟啦。點樣掹把刀出嚟啦？掹咗把刀出嚟之後點樣啦？咁點樣去立刀，即係點樣去收翻把刀啦？點樣去嘗試作出唔同嘅一啲嘅攻擊啦？等等呢啲嘅技巧，咁我等間都會同大家去嘗試去做一啲分享。明白啦，咁啊唔阻大家時間啦，咁我咧就行開，咁就交個場俾考生啦。好，唔該曬。好，咁我跟住落嚟咧，就會同大家咧去做一啲嘅武術嘅分享。咁但係喺正式開始做一啲嘅武術分享之前咧，其實都想同大家咧可能講少少個前設。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因為我才疏學淺，咁我可能我暫時我認識嘅日本嘅劍術，我淨係可能認識護山樓、居合道。咁正如我剛才所說，每一個流派可能都會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
咁可能中間在教授的過程入邊咧，亦都會夾雜咗一啲係我喺練習嘅時候嘅一啲嘅體會，咁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嘅機會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我有啲講錯嘅地方嘅話，咁所有嘅責任咧都係我教得唔好啫嚇，咁希望大家多多諒解。咁嗱，跟住落嚟咧，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啦，就係話啊，我哋往往喺介紹人。俾人知道啊！我哋學緊嘅係日本劍術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誤區係咩咧？就係話好多嘅人咧，佢哋會即刻會諗到咧，就係話哦，你係學日本劍道嘅咁樣。咁當然啦，你會見到嘅其實我哋會有同有異嘅地方，我哋同劍道嗱，我哋喺外表出發啦。你會見到我而家著緊嘅都係一啲嘅傳統嘅練習服裝嚟嘅，咁呢個當然同日本劍道嘅係類似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啦，我唔會戴頭盔啦，我亦都唔會著盔甲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嗰個分野咧，亦都係好明顯。咁另外第二個分野係咩咧？就係用緊嘅我哋嘅兵器啦。咁你會見到咧，我用緊嘅兵器咧就係一把金屬嘅居合刀。咁其實係一把未開封嘅金屬劍嚟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嘗試用真劍嘅。咁而劍道咧，其實佢哋咧係用緊一啲嘅竹刀。咁所以喺引申出去就係個訓練嘅方式嗰度咧，其實兩者咧都會有極大嘅分別。劍道可能佢會比較著重咧一種叫做搏擊性啦，嚇又或者比較擊打性嘅一啲嘅練習，而我哋咧嘅練習咧就主要咧係會建基於嗰個形制，即係可能喺國術嘅概念嚟講咧，就會係一種套路嘅概念啦，嚇模擬前邊、模擬左邊、右邊等等嘅敵人，我去見到一個咁樣嘅敵人嘅時候，我哋點樣去應對？咁樣嘅做法，咁從而去磨練出我哋嘅技術。咁但係當然啦，磨練咗我哋嘅技術，我哋就會有一個問題出嚟啦。嗰個問題就係話，究竟我哋嘅一啲嘅技巧係咪有破壞力嘅咧？係咪有攻擊力嘅咧？所以引申出我哋第二個階段嘅一啲嘅練習，就係我哋用真刀嘗試進行一啲試斬嘅練習，咁就會將一啲叫浸濕咗嘅榻榻米，咁我哋卷成一卷就變成我哋嘅試斬物，去進行一啲嘅試斬。咁某程度上喺我個角度嚟講咧，呢一種嘅試斬嘅過程咧，其實會係一種實驗。個目的係其實唔係為咗去斬開一件嘢，而係為咗用翻我哋喺之前所學嘅技術去斬開一件嘢。咁樣嘅演繹會比較清晰少少，咁所以離唔開之前嘅練習或者之前嘅訓練，咁所以我哋嘅技術嘅構成咧，好大程度上咧都係建基於呢一把劍或者我哋呢把未開封嘅居合刀啊咁樣嘅情況嚇。咁當然啦，喺開始練習之前啦，咁首先第一件事，正如我頭先所講啦，點樣掹把刀出嚟？我嘗試會做多少少示範，希望大家可以從中去領略一下。首先，我哋企嘅時候，其實你會見到咧，就係話我哋嘅腳同我哋嘅嗰個膊頭咧係差唔多嘅嗰個寬度嘅嚇，咁隻手咧好輕鬆咁樣可以嚇掃嚟掃去嘅 ，OK。咁另外望前邊嘅時候，我哋個頭有少少抬起，個人挺直嘅，個人挺直嘅。OK， 咁跟住我慢慢將隻手擺上去，推把劍出嚟，收翻手指弓，掹把劍出嚟，同時踏前一步。OK， 就可以掹到把刀出嚟噶啦。嗱，咁但係當然啦，我咁樣講嘅話咧，可能咧都未夠清晰嘅。咁所以咧，我會再喺前邊，我會再同大家去做一次。
嗱，留意一下，當我開始做嘅時間，我推把劍出嚟嘅時候，留意一下，我會將呢一度本來係垂直嘅，轉咗45度。點解會咁樣去做呢？嗱，呢個涉及到就係我哋隻手嘅嗰、那個結構。嗱，我咁樣做啦，咁好似和尚問訊咁樣啦。咁但係留意一下，我諗可能喺電視機入邊嘅觀眾可能都會可以試一試。我哋隻手其實只能夠去到咁樣嘅啫喎，好少話可以再壓得低啲嘅喎，係咪啊？嗱，咁我哋如果隻手咁樣去做，頭先留意一下我介紹嘅時候，我將隻手升上去，但係我隻手只能夠去到呢一度，咁因為我擺落去把劍，其實佢亦都只能夠去到呢一度。咁試問點樣可以握緊把劍呢？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利用呢一個推出去旋轉嘅嗰個做法，令到自己嘅手可以貼住我哋嘅劍柄。嗱，呢一個好重要，因為呢個涉及到就係話我哋能唔能夠握緊把劍。嗱，我強調，可能握緊把劍呢一個用詞未必好準確，其實佢係黏實把劍，黏實把劍會比較準確少少。嗱，我再做多一次，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手。OK， 嗱，當我哋去做掹刀掹完咗把刀之後啦，咁當然我哋會有其他嘢去做啦。咁但係我諗趁住呢一個機會咧，亦都講一講咧我哋握劍嘅手法。嗱，留意一下我哋握劍嘅時候，我哋嘅嗰個劍柄呢一度其實係延伸去到嗰個劍脊嗰個位置。而呢一個位置，我哋係要用個虎口最深嗰個位置去貼住佢嘅。OK， 咁跟住下邊呢一嚿肌肉，咁小指短骨肌頂住佢。呢度同樣亦都係。OK， 咁我哋嘅流派嘅特色咧。就係、是、我哋嗰個劍個握劍嘅手咧，就會係頂曬成把劍柄嘅嚇，咁樣去做，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嗰個我哋需要嘅嗰個攻擊。OK， 啊，咁呢一個係好重要嘅握劍嘅手法嚟嘅。嚇，咁跟住我哋就會嘗試啦，就係話做一個叫中段。中段咧，其實係一個我哋叫劍扣啦。咁人即正如我頭先同阿 Ricky 講啦，咁就係話我哋同敵人之間嘅對峙，咁我哋需要咧去做一啲嘅準備，去做一啲嘅可能喺攻擊前嘅一啲嘅準備。而中段咧係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攻擊前嘅準備嚇。咁所以當我哋去做呢個攻擊前嘅準備嗰陣時咧。其實佢係有一個要求或者一個準則嘅，咁我用一個橫切面去同大家講解。當我哋去做一個咁樣嘅攻擊嘅準備嘅時候，我由劍尖嗰度開始講起。劍尖大概係指住一個可能同我差唔多高嘅人嘅嗰個喉嚨對落少少呢一個嘅軟骨軟組織嘅位置。咁跟住。到下面啦，我個劍頭啦，即係呢一度啦。佢 suppose 係指住我個丹田左右嘅位置，佢距離係可能係兩個至到個半嘅拳頭位。OK， OK， 好嗱，咁跟住落嚟啦，咁我哋完成咗嗰個中段嘅嗰個處理之後啦，咁其實有一樣嘢好重要啦，就係。我哋完成咗，假設完成咗我哋嘅攻擊，完成曬所有嘢啦。我哋要維持一個殘心，
我哋會做一個叫做血陣嘅部分。咁但係去做一個血陣嘅部分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一個要求嘅。咁、那個要求係乜嘢呢？就係、是、留意一下，當我去做血陣嘅時候咧，我首先會鬆開呢邊嘅手，拍落去我嘅腰帶呢一個位置 ，OK。而呢一個我哋嘅右手咧，係會橫移過去 ，OK。留意一下咧，就係、是、佢我嘅右手，其實佢係維持喺同一個水平面嗰度嘅。即係簡單啲講，當我喺做一個中段嘅時候，我嘅手係處於一個咁樣嘅狀態。而當我做一個血陣嘅時候，其實係同一個狀態，同一個高度。OK。我在個橫切面去看，當我去做一個血陣的時候，我是前面這隻手維持一個這樣的狀態。 OK、另外留意一下，就是說當我的手是維持一個這樣的狀態的時候呢，衍生出嚟嘅就係話，我哋嗰個劍尖差唔多係去到膝頭哥同埋我哋大腿根部嘅中間咁上下嘅高度。而如果喺前邊去睇嘅話，佢個劍尖隻手，我嘅格拉底，其實某程度上係建構了一個好像等腰三角形的一個狀態的。 OK， 有一樣嘢要很留意的，就是話其實我哋做呢一個動作嗰陣時咧，我哋嗰個手型咧係冇任何嘅變化嘅，仍然係維持翻我頭先講嘅嗰個做法，就是話我個虎口係頂住呢個位置。 OK。所以當我咁樣做嘅時候，我喺呢一度去望我嘅劍脊，應該只係望到劍脊，而唔會望到劍面。OK？ 嗱，跟住落嚟咧，我就會講埋咧點樣去收刀啦。嗱，留意一下就係話，我頭先好強調嘅，我哋呢一個係同一個水平面。OK， 跟住我摸上去我哋嘅利口，咁樣去做一個收刀。嗱，留意一下點解我會話咁強調係同一個水平面？其實呢個水平面嘅延伸就係去到我哋嘅嗰個劍鞘嘅嗰個位置。我哋明白到就係話最簡單嘅三角幾何。就是話，如果是直線的距離，一定是最短的，短過斜線，啊，這個最基本的三角學的原理，啊，所以我們嘗試從這個方向出發，就是說引申下去，就是我們會盡快去收刀，為了什麼呢？為了應付下一個敵人的攻擊。 OK， 所以我們行的路線是盡量採用一個最短的距離的路線，就是一個直線的路線。 OK， 好，那我再做多一次。當我們去做一個血陣，我的手左手拍落我腰帶那裡，我慢慢下面摸上去，摸上去的過程裡面，我們會見到摸到我們一個叫率的一個位置，摸到上去啊，得啦，跟住我就會包住，用隻手指包住我哋嘅利口。嗱，呢一個位咧，我諗要講一講，或者可能要睇一睇，就係當我哋包住嘅時候咧，其實係我哋嗰個手指係距離我哋個利口咧，大概一隻手指半嘅距離，就會
好似一個攞住一個杯咁樣嘅形態。嗱，呢一個杯咁樣嘅形態，好似套咗落去我哋嘅脷口嗰度。咁當我哋去嘗試擺把劍上去，其實就係呢一度。見唔見到就係嗰個杯嘅杯口咧，啱啱好兩個位咧就晾住咗把劍。於是我哋可以向前，然後收把劍。OK， 嗱，我再做多一次。血針，我呢一度摸上去一隻手指半的距離，變成一個杯。OK， 嗱，咁你咧就如果練到呢一個做法嘅話咧，你就好似咧漫畫主角入邊咁樣咧，就係話可以唔使望住咧，都可以好瀟灑咁樣咧去收刀啦。OK， 嗱，咁我再做多一次，就係由掹刀、中段、血陣、收刀呢四個步驟，我做一個橫切面。OK， 嗱，頭先最尾嗰下咧，我做一個扶柄嘅動作。嗱，呢個扶柄嘅動作咧，其實係幾重要嘅，因為我哋會可能係誒點解會做收刀或者點解會掹刀，一定係有攻擊啦，或者我嘗試去做一啲嘅攻擊啦。咁做完攻擊之後，因為我哋喺戰場上邊啊嘛，咁所以我頭先摸一摸，我因為我隻眼要望住四面八方。我不可能望住我把劍去做，咁所以我摸一摸，究竟我啲劍繩有冇鬆到？冇鬆到 ，OK， 下一個嘅戰鬥 ，OK， 嗱呢一個就係我哋嘅拔刀、中段、血陣、收刀嘅四個部分。咁跟住落嚟咧，我會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上段、中段、下段斬嘅部分。咁又係做翻我哋頭先做過嘅嘢啦。掹咗刀之後，跟住我哋擺把劍上去我哋嘅頭頂。嗱，留意一下咧，當我哋擺把劍上去我哋嘅頭頂嘅時候咧，我哋把劍係處於一個45度角嘅狀態。OK， 我哋嘅後邊呢隻手。佢距離我個額頭咧，亦都係45度左右嘅嗰個位置。咁引伸出去啦，就係、是、前邊嗰隻手咧，就會可能喺我哋嘅天靈蓋咁上下嘅位置。嗱，當我哋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唔好俾個膊頭聳起咗。嗰、那個動作應該係向後嘅，向前向後嘅，而唔係聳起咗嘅。OK。當我做好咗呢個動作嘅時候，我嘗試推向前邊 ，OK？ 嗱，留意一下，當我推向前邊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兩隻手咧都係處於一個叫做直嘅狀態嘅。因為我哋係向前攻擊，留意一下，我哋係向前邊攻擊。我哋雖然把劍喺上邊向好似向下斬落嚟，但係我哋實際上嘅攻擊嘅方向係向前邊攻擊。所以呢一個係好多人見到嘅時候會誤會咗，以為我哋嗰個攻擊係由上而下嘅攻擊，其實並非如此，其實係向前面嘅攻擊。我再做多一次，OK，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上段斬嘅部分啦。
咁但係上段斬做完咗之後啦，嗱，佢同下邊嘅中段斬同埋下段斬有咩關係呢？嗱，好要留意一下，就係當我哋做完上段斬嘅時候，其實落嚟去到我哋大概嗰個丹田咁上緊嘅位置，嗱，呢一個就係中段斬啦。跟住再落去，其實就係下段斬啦。OK。上段斬、中段斬、下段斬，嗱，留意一下就係，無論做乜嘢都好，其實我哋嗰個手型係冇變到嘅，即係我頭先講到嘅嗰個握劍嘅基本嘅手法，嗱，冇變過嘅。咁另外第二樣嘢要留意嘅地方係咩呢？第二樣嘢要留意嘅地方係，無論做中段斬或者下段斬都好，其實都是要從上段斬那裡出發，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向前推出去先，跟住先至斬下去，再斬下去。OK， 嗱，係呢一種咁樣嘅概念嘅處理嘅。OK， 嗱，去到下段斬嘅時候，你會留意到咧，就係我哋嘅嗰個下段斬咧，嗰個劍尖大概係應該同我哋個膝頭哥咁上下嘅高度，而個劍頭係應該去到我哋嘅嗰個肚臍咁上下嘅位置指向。啊，我要強調呢一點，其實唔係我哋故意去做嘅。而是建基於當我們握劍用這樣的辦法的時候，我們自自然然就可以做到的一個這樣的效果。留意一下我們那個握劍的手法，虎口下面小指短骨肌是兩個支點跟著黏住我們把劍，這個也都是正正因為用這樣的辦法，令到我們的那個關節是會自己會頂住我們把劍，而把劍是不會跌下去。跌下去的原因只有一個，我們鬆開了隻手。那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隻手脫了。於是我們可以嗱，這個動作咧，喺屋企嘅朋友咧，千祈唔好學。我哋可以嘗試一下，就係話，嗱，你見到我三隻手指鬆開咗，我淨係圈住咗呢一度，但係虎口同埋小指端骨肌頂住咗。OK， 其實係冇分別嘅。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引申出去第二個我們要留意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手指其實不是很需要用力，我們只不過輕輕黏住我們把劍，但是要貼實，黏住但是貼實。 OK， 我再做多一次，留意了，上段、中段、下段，擺翻個中段血陣，好，咁我今日就會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好。喂，哇，我先下添，我先下添。咁啊，我又出翻嚟啦。咁樣咧，就有人問咧，咁誒呢一個武器咧，咁大概係幾重嘅咧？呢個係好問題嚟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嘅武器，我哋嘅武術係建基於武器去發展出嚟嘅。
咁所以你會留意到就係嗰個重量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嗯。如果以呢一版未開封嘅居合劍嚟講咧，咁嗰個重量咧大概係700多 gram 左右啦，700多 gram。咁而如果開咗封嘅真刀嘅話咧，佢就大概係1公斤至到1.5公斤之內嘅範圍啦。咁當然啦，我有個前設嘅，那個前設係嗰把劍嘅長度大概係2.4至2.5寸左右呢一啲嘅範圍啊，咁樣咯。明白。咁樣咧就頭先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喺嘅觀眾聽唔聽到啦，但係咧其實我哋現場咧就會聽到咧有一啲揮刀嘅聲，咁好清脆嘅。咁其實係點樣可以做到呢種聲嘅咧？哦，其實好簡單嘅啫，練習。咁會唔會有啲時候，即係如果我揮完啦，咁我聽唔到呢個聲，其實我做錯啲咩咧？OK， 呢個係好問題嘅，呢個先至係問題嘅核心。引申出嚟，點解我哋做到揮劍嘅時候會出現苦一聲嘅一啲嘅情況咧？其實你有冇試過吹笛啊？係啦，吹過笛嘅人咧就知道，其實笛佢之所以能夠發聲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話，我哋吹入去嘅嗰啲嘅空氣經過咗佢有一個簧片，咁所以先至令到嗰支笛可以發聲。我哋如果吹笛就可以用我哋個口去控制嗰個吹嘅氣去進入嗰個簧片嗰度，從而可以有聲。個角度嘅問題，引申落去啦。我哋而家係點樣控制嗰個簧片嘅角度，去令到風出現有啲呼一聲嘅嗰種狀態？嗱，呢個牽涉到咩咧？牽涉到就係我哋成日講嘅韌筋嘅嗰個問題啦。咁呢一個韌筋嘅問題，回應翻你頭先上一個嘅問題，就係話點解我會有一個咁樣嘅聲咧？咁當然啦，引申出嚟就係話，即我控制個韌筋控制得好啦，嚇咁 OK。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一個概念就係話，我哋要明白。我哋做啱嘅一個動作，呢一個係必然會出現嘅一個副作用。但係我哋冇必要去追求一個副作用。就代表咗我哋做緊嘅係一個正確嘅動作。嗱，我呢個係一個因果嘅關係嚟嘅。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呢個概念。哦，理解嘅。係。咁但係頭先提到韌筋呢個字啦，咁韌筋其實係咩意思咧？韌筋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話，當我哋去做緊嗱，你會見到就係我哋係咁樣就為之一個啱嘅韌筋，因為假設我針對嘅對象係你嘅時候，咁你會淨係見到一條線嘅，而唔會見到咁樣嘅嚇。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個劍所能夠做出破壞力嘅地方。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封印這個位置，如果我們這樣拍下去，其實是做不到任何我們應該要有的破壞力的。不要試，是的，大家不要試。OK， 明白。這樣呢就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這樣非常多謝孝師兄來和我們展示這個居合道的技術啦。而呢我們的YouTube 咧都記得大家咧就要 subscribe 啦。如果需要嘅話咧，記得咧 download 呢個靈音 app 去睇我哋嘅唔同嘅文章啊，或者我哋嘅直播啦。咁今日嘅武備志 live 教室咧就嚟到呢度，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收看，多謝大家，拜拜。